加那个大松也是第一次提案，然后我想要提案的东西是，我先把这个关了。我要提案是那个南漂计划。南漂计划是什么呢？南漂计划就是说，就是我希望可以增加那个就有点像是那个 B 台湾的一个定期聚会，然后他就是目的是想要就是增加公民思辨，然后媒体识读，然后就是最主要是要希望可以找当地的一些里长来，就是让他们来从他们那边来得知到他们目前这些长辈们可能他们都在传一些什么议题啊，或什么他们可能会有一些恐慌什么东西的，那可能就是在这个聚会里面又有其他就是类似就是大学生或是研究生或是之类，就反正就是比较你可以帮他们就是把他们这些议题啊，让他们了解说他到底背后真的东西是什么，他们是不是假新闻什么之类的。对，就是我希望有一个这样子对话的平台，然后可能会先在台北就在 B 台湾的社群这样试着 run 看看，然后就有一个 run 出一个比较好的流程之后，然后可以复制到其他地区，像是台中啊、高雄之类的。对，所以会需要什么样的人？就是可能因为这个计划还是算很雏形，就是我一个概率的想法，所以希望有更多人来跟我讨论这个计划可能可以怎么样实行。然后还有就是，如果你是南部地区的人，我觉得就更好，就是希望你就是如果可以把这样的东西就是复制到南部地区的话，我觉得就太棒了。所以就是如果南部地区的人欢迎来找我这样子，好，谢谢。